你想住哪个房间？玛丽的相片怎么都不见了？啊？什么相片？玛丽放在这儿的相片都不见了。 我还住原来那个房间。某男子在天堂公墓偶遇前女友，两人和好如初。一个月后，女友离奇失踪。后经证实，女友已于2年前死亡。网友评论：这可能是一起灵异事件。 你吓死我了！对不起，给你咖啡。 谢谢。我穿了玛丽的衣服，还挺合身的。 你介意吗？哦，我不介意。咪咪呢？咪咪去哪儿了？可能躲哪儿睡觉去了吧。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看见他了。咪咪。